新快报讯，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，当地时间8月8日，意甲已经推出了新的标志和一个新的社交账号。新的标志仍旧是以足球场为基础蓝本设计的，凸显了 A 的造型，同时和意甲的新宣传口号 Appassionante, Avvincente, Adrenalinica 扣人心弦，引人注目，肾上腺激素相契合。意甲表示，这一次的新标志是一种全新的形象，它包含意大利国旗的元素，也象征着金色的荣耀和意甲的声望。紧接着，意大利杯、意大利超级杯和意大利青年联赛的标志也会推新。意甲官网还宣布在 Facebook、I 和推特上启用全新的社交账号 Serie A。尽管此前他们已经累积了超过120万的粉丝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很多意大利球迷对于新标志并不买账。他们认为新标志只是把字母 A 和旧的标志结合而已，并且希望意甲能够完整的重塑品牌，而不仅仅是改变标志。周一玲。